英國、香港、新加坡、台灣。Jack， 其實我真係唔知道另外嗰三個地方嘅情況點啊，但係我諗我係憑自己以往嘅經驗，覺得香港未係最充分、最多資料去公開同政府部門互動嘅時候，係發覺嗰個透明度啊，願意分享個資料，願意分享個數據嗰個程度，其實係好參差，甚至乎係業界。所以政府嗰個整體嘅表現或者個行為同一屆政府嘅政綱想達到目標，仲有一段距離。智英研究中心最近做了一個意見調查，關於法治，其實其中一個包括政府的透明度或者公開資料，這個可惜的是十個令人排尾二，證明市民對政府的、那個透明度或者公開數據、公開資料的、那個、期望與現實還是有一段距離。我們做的研究工作沒有數據，很難去了解這件事。政府如果想市民係多啲參與、多啲了解政府嘅政策，你越多公開嘅數據、越透明嘅時候，其實市民越了解你，越有機會以正論證，同埋去作出一個健康嘅討論。